咱即马搁在含咱研究即个菩萨道安尼，吼、哦，研究菩萨道。咱前回是讲到即个152页吼，即、哦這个菩萨一定爱有数量，就是讲布施、爱义、利行、东施，啊，才会当度一切众生安尼。哦，前回是讲到遮，好、哦，那么因为咱。讲这个第五哈、啊，第五，慈悲为本的人，啊，叫做菩萨行安尼，都爱有慈悲哈。那、啊、无慈悲，讲你继续菩萨道都无对啊哈。这个慈就是当乐，啊悲就是拔苦，有想要救度众生，为会当离苦得乐，迄种人呐、啊，迄种人哦。他都爱行菩萨行安尼，不是干那为家己修行尔啦哈。所以这个内容来去讲菩萨，菩萨是超过凡夫安尼。凡夫是讲一般众生啦哈，一般众生叫做凡夫。啊，那么有那超过二生，这个二生就是讲啊，独善其身的这个阿罗汉，啊加辟支佛。就是讲修家己救脱的人安尼，修家己免生死轮回迄种人，吼、哦。下面即句伊讲贪恋着世间的凡夫，贪恋着世间的凡夫吼，即、哦這个是差不多一般的众生心安尼，贪着世间的凡夫，吼、哦。就讲贪着世间是一般的凡夫，那么呢，那么即、這个。是平常的代志啦，因为无经过佛法的教养嘛，所以一般众生是当然是拢对这个世间真执着，哦，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啦。所以先来得个比如讲，亲像迄个水向下流，流对下面落安尼讲意思安尼，哦，迄种唔免学的啦。凡夫贪着世间，多亲像水向下流落，迄种唔免经过学。自自然然的晓得嘞，啊，因为蒙蔽嘛，蒙蔽关系嘛，哈，啊，自从这个身躯当作真呢，啊，从这个周边的这物质、财产、不动产、金钱，这个拢当作真呢，这拢唔免恶，啊，其实有恶啦，啊，那恶呢，有的时代人那是靠蒙蔽人家加，哈、哦，那么伊就会含人烧钱啊嘛，啊，伊看时代人迄种的心态，这嘛是恶呀。安尼知影吼，因为这个人生是几啊种类啦吼，百百种啦。有诶，都，譬如讲，囡仔有诶出事吼，都无爱食鱼仔肉，啊，即个意思拢着多强加钱嘛，钱好食嘛，即嘛是多强加价啊。安知影吼，有诶真特色讲，出事都无爱食，啊，出事都真善良，啊，不过呢，伤过善良会互伊食人，安尼感觉讲，你这个囡仔较戆安尼。说未到恶乐咧，说是颠倒家己无欢喜安尼，吼、哦，所以有人是经过恶的，啊，有的是唔免恶的会晓，会贪图世间安尼吼。即、哦、马来哦，二性的圣人，阿罗汉甲辟支佛，伊是一向家己本身要超出生死，伊本身干自度独善其身，即、这个叫做二性行。那么伊这种的心行啦，伊是比较较偏激。远离世间，所以伊心一面，干那执着讲靠近通去远离世间了呢。但是这个远离世间的自修哦，这个盛开那照这个个一般的修行，这是无解困难。哦，都为着家己解脱尔嘛，为着家己解脱，都伊靠近求生净土就好啊。这个应该是有那真自然的代志嘛，真容易哦。唯有现在来讲，唯有无执着世间，就是讲，伊虽然出世伫世间，毋过未含凡夫相像，无执着世间的名闻利用，无执着世间的这个思想，啊，无这个五蕴心，啊，无这个六尘的执着，这种的人啊，啊，搁再讲哦，伊伫世间来个，毋过伊不着世间，搁无离开世间。虽然伊来世间，伊无要看较紧离开，
就是讲伊本身并无较紧执着讲通去解脱，吼、哦，这种才是真正的菩萨咯。伊就是讲愿意来世间，可是呢，伊并无欢喜世间的这事相安尼。这种的人啊，确实社会呢难中之难。伊愿意住世间，但是伊未含世间人相像安尼，吼、哦，这是较困难的代志啦。所以事实有那是安尼安。这就是真真正正的菩萨道，哦，确实真正的菩萨道。那么这凡夫心性呢？凡夫的心性差不多在世间贪着世间，伊恐惊死去啊，会惊死就对。哦，所以世间人拢惊死，但是呢，惊死是惊死哦，不过伊佫要造业，为着世间的这些物件物质，伊拢总佫要造业，所以这叫做凡夫心性啊。差不多一半的凡夫拢安尼啦，会其实拢安尼。那无经过佛陀的教养吼，这有那叫做正常啦哈，有那叫做正常，听无？所以一寡无正常的人是啥物呢？伊伫世间未贪着，迄是无正常哈。安听讲，啊，都属于无正常，因为伊要脱离世间的嘛，当然爱含世间无正常。我讲听有吼，啊，你若搁要含世间正常啊，那么就免脱离世间啦。安听吼，吼、哦、啊！看大家要正常，还是要无正常安尼？哦，看要正常，还是要无正常？随在大家哈，啊、哦！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今麦来讲讲，释迦牟尼佛当初迄个发慧人，哦，有那有真济这个小乘的圣贤呐，的贤人贤圣，啊！不过呢，事实讲。会当修个变一个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啦，那么这个有那无容易啦，要个算起有那无简单，因为凡夫较济，啊，这个独善其身修个有一个水准的是较少，所以算起来是无容易。不过呢，照佛法来个讲嘛，无介困难，因为佛陀甲咱教素性提你卖作业，啊，修八正道，迄就是修十二因缘法，安尼你就会当家己解脱啦。要讲困难嘛，无困难，听吼。啊，毋过凡夫心真重的人哦，就会感觉真困难。哦，安尼就有一个差别，有比较就对啦。但是比下是优于，即句话知影吼。啊，若是比上比菩萨，就伊是个不足。安尼算起无容易，也无困难哈，无容易也无困难。但是这个菩萨咯，在当时的时阵啦哈。圣公有叫做菩萨的，只有干那释迦牟尼佛啊，甲弥勒尔。想到这两位甲称菩萨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初是还未完成伊最后的一个愿心，最后愿心就讲啥呢？伊八十年的中间吼，一定爱度化一众生，迄、那个愿心还未具足，所以伊算起来还未达到妙觉地的佛道，安尼了解吼？所以阿个圣公是摩诃萨，那么这个弥勒菩萨，伊是顶格菩萨。顶格菩萨，伊就是要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宝处，叫做宝处菩萨。所以圣卡有那是摩诃萨安尼。所以两尊在当时是拢种称作菩萨。那么那是要改讲其他呢？嘛，个他方的佛得来啊，要个讲有那是，哦，比如讲这个个文殊菩萨嘛，有来示现在咱这个娑婆世界。哦，啊，东方乾隆得佛来示现做娑婆地，哦，这算起来，那要甲讲，伊是甲咱像圆观心来啊，哦，所以伫咱这个娑婆世界里呐，这两尊圣菩萨安尼，啊、哦，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人间内底依佛陀来甲讲，是这个历史的事实代志啦，啊、哦，啊，所以其他呢？虽然因有修到这个菩萨道，不过呢，是当然是还无达到这摩诃萨的水准。比如讲，这十大弟子，到尾呢，因拢有发大愿、发大心，将来要成佛。不过在释迦牟尼佛迄个时阵，虽然因有教化、有去教化众生的这个声闻，不过因还未达到这个个，敢若像这个菩萨心地，所以还阁未使算菩萨安尼。哦，所以有这点，咱会当可见这个菩萨心性吼。实在算起来是真无容易啦哈！虽然头前甲咱鼓励遐济，啊，咱有发菩提心哦，发四方誓愿过，
但是一定爱直直精进啦。唔过有那无解用意哈，会记住咯。有那无解用意修哦，那无坚定咱人的信心、信念的话啊，可能嘛无遐简单修起来。所以这个呢，我亲像啥伫火中去栽莲讲意思。火中莲，咱刚才听到这句话，火中栽莲花。哦，这是讲极苦难的问题啦。火中来当栽莲花，应该是水池内底当栽莲花，现在当火中栽莲花。所以这个原因就是一个比喻啦，迄、那个清香极净的莲花，就是等于菩萨。不过呢，伊来到人间内底，含在众生去盘乱，这是有那是那无有真坚固这个力量啊，可能念伊到迄张莲花就烧去啊，菩萨心就提起啊。但是现在开讲栽青莲呢，现在开讲青莲。我爱讲白种呢，注意这个摩诃萨的目睭哦，会记着呐，拢讲青色的。原因就是伫遮，这个叫做大人相。啊，这个其他的这个白人，所以这个摩诃萨以上的这个目睭吼，伊青甲白分辨甲真好势，所以较用青莲花蕊去引的。就是讲摩诃萨来到人间来的，唔免惊安怎样，就是有偌济苦难呐。伊有那不要紧，这原因意思是个讲安尼嘛，所以这个大乘经来对人啊，比如讲华严呐、吼法华啊、涅槃这类的大乘经有讲安尼，讲十方是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啦，十方吼，十方是个讲偌大呢？因为遍虚空法界，比如讲东西南北啊上下，哦安尼就叫做六汉嘛吼。啊，唔过佫有一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安尼，所以这个叫做十方啦哈。十方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咯，迄、那个是十方安尼，吼、哦。唔过迄个十方有遮济啊，可是咱这个国土内底就无遮济啊。那么咱这个国土内底无遮济，唔过呢，咱这个国土即马这个现阶哦，照讲有一千佛啦。虽然讲无十方遐济，唔过嘛有一千佛要下生来救度众生啊。哦，一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嘛？第四佛对，啊，弥勒佛第五佛啦，哦，啊，释诸佛第六佛安尼，算起来有那是要讲少，有那少，要讲多嘛，无少安尼，哦，可是呢，咱这个现阶的境界嘛有一千佛，那么后边呢，这个成就阶嘛一个一千佛，那么这个三千佛，搁再接着拢共有一万佛啦，虽然无亲像十方恒河沙遮济哦。唔过，再一万分，会慢慢慢慢直直出来。反正这个一万分吼，未来有，搁再排落有排掉，咱大家嘛无一定哦。安听哈，看你要努力唔努力啦哈。啊，要努力就去排会掉啦。吼、哦，安怎样吼？应该排班排会掉。啊，那唔努力吼，一万分个人在要掉上，反正无咱的分哦。安怎样吼？那要努力应该有咱的分。一万佛过了哈，万佛经恁有看过无？无哈，恁来看哈，万佛经内底，迄佛都拢摆出来啊！啊，有哪有哪有实现伫人间啊啦哈？在万佛经内底，在万佛有哪有实现伫人间啊？毋是无哈，因为伊爱累积功德嘛，累积到度众生啊，哈。所以现在的虽然敢若讲，这个国土并无解，未当时常见的，毋过大地的菩萨，哈。这个大地菩萨化现，这个大地是个讲啥呢？讲地上十地菩萨哈，十地菩萨知无？敢知影？有无？迄个欢喜地去哩啊？吼、哦，欢喜地就是圣位，十圣位的菩萨，迄、那个叫做大地菩萨。哦，那么大地菩萨的化现，有那会当倒数拢是哦，一世界拢有哈。按了解吼，可见呢，因为咱有甲咱讲过嘛，这个摩诃萨以上，伊会当化现一百个大千世界，伊免那变现随在伊啊，哦，这都甲咱讲过啊，所以可能到处拢有啦。咱这个世间嘛有他方佛来啊，对不对呢？嘛是应该是有，啊，他方的菩萨来实现的嘛有啊，因为伊会当来变现一百个大千世界嘛。哦，啊，那是二地以上，就七千个大千世界啊，啊，就无共啊，哦，
所以也是讲这个大地的摩尔萨化现，可能到处拢总有，但这唔是人间会当捌伊个啦哈。咱听吼，咱凡夫俗子吼，无迄个眼光看摩尔萨，讲到底什么人是摩尔萨安尼？咱听吼，无人看会出来。但是有那会当知呀，唔是别，哦。当初弥勒菩萨来化现做布袋师哦，弥勒菩萨来化现做布袋师，伊拢开法会，法会开咧到底拢几来千人，啊，因某就煮饭互大家食安尼，啊，就招一寡女众安尼款饭互大家食，啊，伊个开无杂大会中间后出家人后在家人拢几来千人，但是其中有一个出家人，就甲这布袋师讲讲。大师莫非是弥勒下生安尼？因为伊拢伫了弘扬弥勒净土。即马即个弥勒菩萨就甲讲，因为弥勒菩萨化身做布袋师，伊就甲讲，你点点唔通我袂讲，到时间到我自然实现，甲大家讲安尼。吼、哦，伊讲那是如果讲，你即马先甲我发表出来哦，大家有一种的迷信，迷信是讲。伊无要实在修啦，啊，就安尼，咱台湾一句讲，就安尼装啦，装听无？啊，但边啊安尼也无要实在修，啊，就安尼破破塌塌，有诶无安尼。所以这个布袋师就叫迄个会去出家人讲，未使讲这，到时间到伊就实现。譬如讲，伊边啊在买只盘，伊跟他实现，伊就讲我就是伫第四天到出瑞院来安尼。哦，伊就安尼甲讲出来，啊，大家现在真正错过机会安尼。啊，做个结，不过就有真侪人实在修啊。凡说咱当初啦吼，伫迄个边啊，恁也不得卡啦。安听好无？无今日是咱这个弥勒净土的工作伫咧讲咧尔，咱这人印象都活来啊，是不是？因为伊当初去开大会，去开这个无杂大会中间有几啊千人啊，吼、哦，安怎样吼？啊，所以我想讲，当初咱嘛是边啊较少啊，所以即卖咱去开法会嘛几啊千人啊，听好无？哦，这因缘就活来，因为活来呢，一回发了几来千人，发了几来千人，安尼就愈济嘛，愈济就甲接面对到处轮移去卖，安尼对不对哈、哦？所以一边发了几来千人，爱开无量无边的呀，安尼当然就度足济众生嘛哈、哦。所以当初就弥勒菩萨示现，人有的就看出来啊，莫非大师你就是弥勒菩萨？安尼人就甲讲了，讲了伊甲讲，点去你袂使讲哦。啊！伊拢唔敢讲，以后你加一句话就唔敢讲出来。伊明知知影，但是伊唔敢讲。吼、哦，啊！伊就实在修啊，安怎样吼？所以这个唔敢讲，发现伫这個人间吼、哦，这个人间的众生不容易捌啦。他唔过未当讲无，大家未当讲大家拢唔捌哈。所以这个国土、出土，而这个北地凡夫吼、哦，要讲菩萨的，就讲受北的这个凡夫得着。是什么受棒？就是受我温心棒，受了灵境棒，受烦恼棒啦。安听吼、哦，这凡夫，那讲要来个论菩萨行哦，吼、哦，差不多用一种想象的字意啦，用想的，差不多家己想的。啊，有时阵是安尼，加上真心比，吼、哦，或者是伊有尊重也不得确啦，因为伊会当了解讲，今仔日伊都捌经教。啊，就看有一挂人间真真正正有实现菩萨道的人，吼、哦，爱就安尼变成产生一种，哎，这个人伊个行菩萨道，一切呢拢真如法，啊，敢若像是人间的善知识啊，那么伊内心就产生这种的尊重，迄种事实，迄、那个是并无介济哈，就是讲伊真真正正有眼光，会当看到世间内底人真真正正也是善知识中有个修菩萨行的人。一种看会出来的人是无介济安尼，安了解吼？拄像我计讲的，拄啊，布袋师迄段时段，拄独独干那一个看出来安尼尔，安怎样吼？所以经典中有计讲啦吼，经典中有计讲讲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哦，吼、哦。怎么计讲发菩提心的众生是真济啦，这句话是讲真济。不过呢，难得是咧两个吼。哦真难得了，都有一个两个，都会当自在不退转了。安尼了解，什么原因？啊，拢发空心嘛，听无？
有啦，有计法啦。啊，都当时无要随努力精神。啊，即马就甲恁讲，要甲恁拜，互恁去学，啊，看恁要学面哈。我前礼拜有讲吼，啊，过两礼拜前啊，因为无学真正袂当做，所以学就是要上求佛道，拜一个时间，互恁家己去努力嘛。安听吼。所以我虽然有计讲，讲要出家人较来学吼，恁若有心，有那接受啦。啊，毋过爱家己养写作哈，啊，训练写作。啊，了解，因为无上求佛道，恁无在写，啊，无在学，恁袂当成熟。到时间到，那拢没有。哦，不要紧，特别新德地区，恁也是有必要，不要紧。咱知影吼，发菩提心了，要住在不退转，一定要上求佛道，安尼较有可能。所以较讲呢，这个虚住安乐花，菩萨初发心，三思因中得，及其结果效。这段话是伫对呢？就是伫大地大论讲的，啊，什么人讲的？就是地色天主讲的，安尼。地色天主讲出来哈，因为我有甲查过，伫大地大论内底念，就是讲这个鱼仔囝，鱼卵真多，出的鱼仔囝真多哦。啊，这个暗罗花就是印度的一种，这个叫树啊，伊开花中间的规树拢种花。但是呢，鱼刺也真多。可是呢，这个做个比如初发心的菩萨真多。不过呢，三思因中都是讲心口意啊。这句三思就讲心口意业，在这个世间内底真够造业。虽然伊有发菩提心，不过在这个世间内底呢，有那真够造口业、心业。啊，甲这个意业安尼，意业是贪嗔痴哈，心是杀盗淫，嘴就是有那高讲妄语、忌语、恶口、两舌，这个叫做三思中，而这个是恶业，有那真够做。所以呢，因为菩萨做发心，过这个十业、十恶业真够做呢，所以要结果，就讲菩萨行成熟起来要结果呢，有那真少安尼，因为真够做业。啊！当恁发心啊！啊！恁唔知安怎，我唔知啊。恁有发心啊啦吼！我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变哪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变哪断？啊若搁再要搁做口业啦，做杀业啦，做意业啦，看你要安怎断？所以爱家己提醒家己哦，无家己提醒家己哦。发空心有哪无效哦哈？就时间会拖久了，百劫哦，这是真正的代志。因为虽然有计讲菩提心发了后，任何一种的工作，拢总和菩萨有关系，和成佛有关系。不过呢，那是搁在作业，伊嘛是搁在卡歹啊。安尼了解无？啊、哦，所以唔敢计讲。结果会真少，啊！我唔知影讲百几个发心百日，三代阿僧祇劫，下中间大家来修，啊！唔知结果几粒，唔知影。啊！这鱼仔囝一大堆百外只，鱼仔囝百外只吼，啊！听吼，啊！唔知几只会大只呢？啊！听吼，因为我有看，甲咱讲过嘛，迄饲鲤鱼的人，一尾鲤鱼母。一房的囝是30万买至50万买啊，有无？我跟你讲过吼。可是呢，大甲一买会当卖500块哦，甲几买呢？甲差不多400买至500买安尼，安尼从几倍？30万买至50万买，啊，伊会当大甲一买卖500块，甲400买，啊，甲500。哦，这是个比如安尼嘛。规丛树啊，暗落花花，不过结果呢，剩无几粒。安了解吼、哦，所以今仔日咱只有百几个发大心啊，到底有几个会当三大阿僧祇真真正正成佛？咱要着看恁啦哈，已经菩提因已经种落啊，啊看恁个人要安怎修啊。
我是要拖三台阿静机未起来，吼、哦，无搁再增加一阿静机，安听吼、哦，千万要注意哦，啊，无搁再增加两个阿静机，吼、哦，安尼即落油顶的哦哈，即算起来油顶的，因为佛陀是三台阿静机嘛，啊，就是咱较贤拖，无搁再甲拖一、两、三、四安尼，唔但搁再拖十、二、十、三、十去啊哈。安尼就麻烦了，千万唔通安尼哈。所以一个真哈，这唔是官教，是事实哦。这个唔是讲亲戚太太甲咱讲一个安尼尔哈，这是实在的实法，唔是讲官教去鼓励众生哈，唔是安尼，是实实在在。因为要出世，一个真哈，不但家己要出世。甚至要搁度众生出世哦，这是真真正正菩萨大人咯、哦，也就是大丈夫的代志哈。唐太宗吼、哦，伊是讲一句安尼，讲这个修行的人哦，是大丈夫的代志，唔是众生所能力的，唔是众甲相有法度通做出来哦。哦，这是唐太宗，唐太宗吧吼，唐太宗讲的，你敢知是安尼呢？所以一般的庶民哦，我跟你讲，咱的品德还是讲咱的志气啊，并未那是有真正要修行啊，并未输迄个国家的这个劣政的人，你爱了解无？国家劣政的人呢，伊是顾着这个名利思想关系啊，但是要叫修行，我跟你讲，食一顿菜吼、哦，伊就食袂落啊啦。安听哦，要叫伊食，讲来来食素食啊，食食迄要怎？对不对？无鱼啊肉，伊都食袂落。所以修行是大丈夫的代志哈。所以即句是计讲安尼，尤其是这个菩萨丈夫哦，菩萨丈夫就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啦，这个叫做菩萨大人啦哈，听好无？唔是简单的代志啊。所以伫这个人间世吼、哦，要会当行菩萨道的人啊，是少之又少啊，你也了解吗？甚至呢，还佫有正知正见的，当引导众生，这个更加少。安了解无？不简单呐、啊，爱知影，恁家己爱努力起来哈，个人爱努力起来。今生若袂当，无来世绝对爱安尼。哦，所以这个叫做大丈夫中的这个大丈夫，如果一位发心会当成就不退转，发心对发心去，伊会当成就不退转哦。对于众生的这个利益实在是不可度量，按照不可度量无可限量的意思，因啊真正在要度众生和众生得到利益啊，这种的人是伊的这个叫菩萨行无限量，亲像一粒沙的摩尼宝珠的价值安尼。那么摩尼宝珠话价值的，那叫佛陀给咱比喻就对了。但是这个摩尼宝珠吼，就是胜过咱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金银财宝啊！安尼你看看，我记得安就知影。但是这个摩尼宝珠就胜过咱这个国土所有的金银珍珠玛瑙钻石，看我这拢个集中起来，不如一粒的摩尼宝珠。伊即嘛是个比喻，安尼你个想，一个行菩萨道有成就的人，你个看我伟大。啊，我殊胜，啊，我高贵，安尼就知影。所以这个金刚经唔靠比喻，安尼会当讲到金刚经四部偈来给众生听。他赢无量三千大千的七宝布施，安了解吼，这应该大家知影。所以诸位咱就一定爱向菩萨道来行，安尼较有真正的价值。安知影吼，所以咱必定爱认清楚。名副其实，就讲有迄个名，佮有迄个实在，而这个菩萨是伟大，不但是伟大，是最伟大安尼。不但是伟大哦，甚至是最伟大，就在伊会当无为着家己想。这个菩萨道的人，伊是无为家己想哈，是拢总为着利益众生想的。是安怎由即句话来讲，以利他为主力呢？因为菩萨看众生同一体，所以度众生等于去度家己安尼。所以这个菩萨心发利他的这种大心，给利益众生，就是等于给利益家己。
哦，因为他若无量正性，他将来较会成佛啦，所以他无考虑家己较紧解脱，他考虑讲伊要较紧度众生。但是呢，他考虑度众生，唔是为着家己成佛咯，哎，记住哈，是因为他若考虑在众生伫无边的这个痛苦中，要安怎样甲度互伊离苦得乐，伊敢若想安尼尔，啊、哦，所以伟大，这是咱所应该学的。菩萨上伟大啦，听好无？但是这个咱今仔日这佛弟子应该对菩萨安尼来学，所以来弘扬大乘法，啊来敬仰着这个佛陀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嘛，啊甲福慧具彰，哦度众生无量的圆满，咱一定爱敬仰着这个佛陀，啊按照佛陀这个心力心愿，咱我照伊的脚脚落去行安尼，哦。所以这个菩萨的大行伟大的这个事业，亲像普贤，咱就甲称大行普贤菩萨，就讲度无量众生，这个叫做大行啦哈。啊，那是二行是小行啦，啊了解无？二行的人是小行，所以这个摩诃萨是大行啦哈。而这个伟大事业，对度众生的伟大事业，虽然爱经过真久来修行哦，爱经过。像释迦牟尼佛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嘛，哈，释迦牟尼佛是安尼啊。但是咱今仔日要修，那何里含释迦牟尼佛的水准嘛，是差不多三大阿僧祇啦，算起来那真久啦。安听吼，所以有的人是暂时中无奈停止进行，安了解吼。伊经过无量劫，就是等于三大阿僧祇，这个中间可能有那暂时的停止也不得确啦。但是呢？吼、哦，伊所学的这个佛法，经过一年经过，会记着哈。就讲伊个学品佛法咯，学入去了，经过一年经咯，唔过伊经过万劫嘛，未失去啊。比如讲，咱即马有二开嘛，吼、哦，二开。那么这个对佛法的这个名言学起来，名言呐，吼，佛法，而这个法语名言，名言法语，法语学起来。即马较紧学得着，化语名言，吼、哦，即、这个学虽然即个是言语上，还是有一个化语的上，可是咱学咧，落在咱人的地表上来这人，所以永远拢袂无去，安听吼，拢会滴咧，就是你来写哦，延续过了，再伊就搁起现连起来，水浮起来，就是你搁经过十劫百劫过，你这段时间你今生今日所学的。未去又走不去，这句话是个讲安尼。所以今生咱大家既然有这么好这个殊胜因缘，咱较紧学学的呢，把这个既然未去无去嘛，那么当然也去延续啊，也不断的延续，延续得去精进起来，啊精进呢，迄个法语得去入深安尼，吼、哦，这点大家一定要学起来。所以这个是个讲安尼哈，哦，万劫不息啊。到一个时间到，因缘到啊！不过，搁再甲咱讲一个确信哈，你若有学起来哦，这个摩诃萨也是咱的佛尊哦，伊就会甲你助缘，甲你成熟，互你将来搁再熟缘安尼，继续这种的好因缘。吼、哦，你迄个心若有，伊就甲你熟缘咯。所以到时间到，因缘一个到呢，终究有那会来成佛啦。所以我计讲发菩提心吼，紧甲办绝对成佛。发菩提心。啊，那是继续上求佛道，就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你今生较紧学，今生较紧学，你若有迄个心学，就真好学起来。学起来了后呢，将其未来，譬如讲我叫讲呢，譬如讲三大阿僧祇劫未成，无加一劫；加一大阿僧祇，无加两、加三。哦，总是咱今日有认真要学啦，那么真紧就成。啊，听哦，你未。未讲亲像迄个摩天的魔女，讲七百阿僧祇啦，应该未遐久啦。摩天的魔女伊收唔到去啊，佛陀甲伊收去嘛。因为因来听佛陀讲经啊，啊听佛陀讲经，佛陀甲伊，因只魔女就讲听听法力充满咧。啊，知影讲因惊唔到落去摩天，即马就请佛尊甲伊收去，讲因原来要做佛安尼。啊，佛陀用天眼甲看看，恁别只要做佛哦，爱七百阿僧祇安尼。所以就甲受记讲七百阿僧祇恁的身份，吼、哦，啊，咱总是未遐未遐拜啦，安、啊、听哦，那遐拜，因为咱这也无行唔着路咧，
应该无啦哈，未惊唔着咯。佫是一个正信的三宝弟子，啊，佫落实到这个戒，听吼，啊，佫发大心啊咧。我想讲，较落拜，互你三大阿僧祇加一杯好唔好？我讲应该会圆满较着，安怎样？所以真来讲，一年到有哪会成佛？所以咱已经有发大心啊，唔过咱有哪卖讲在？讲三大阿僧祇，你着真正要加一杯呢？然后无，看会当比佛尊较紧的袂啦吼？安听吼？因为我有甲咱讲过，迄本《无量义经》内底都写，佛陀甲咱讲到，毋是一定爱三大阿僧祇啊。伊讲你若找着《无量义经》，啊会当叫《无量义经》来修法，毋说你当时成就即个初地。后生就二地，一境界后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伊内底是写到八地安尼。哦，安尼那得过遐济阿僧祇啊，都唔免啊。甚至搁在即个弥勒下生经内底，连搁在讲安尼啊，讲今仔日若是遇到弥勒菩萨来护莲华会，受到弥勒菩萨开化眼地，等于初地菩萨。安尼到有偌久？是五百？咱即个娑婆世界是560,000年尔呢？安尼都无久啊嘛。算起来有够急的急啊啦，真急速啊！所以这个因缘，咱就甲咱不是甲咱讲过，慢去要叮当去安就好啊。吼、哦，啊应该大家袂叮当啦，合该是袂啊，吼、哦，应该是袂啊哈。所以以前内底呢，讲因缘到来啊，那么究竟我乃成佛，成就不退的菩萨。这不退就讲不退转，不退转就讲直直提升，直直精进，直直提升去哩。安尼，所以虽然讲呢。这个菩萨无介济啦，哈，成就无介济，但是讲虚数安乐法嘛。但是这个佛法人啦，哈，会当接到弥勒菩萨，我看，即句虚数安乐法来讲，吼，用咱来讲，应该是未成熟啦。听好无？我是讲每只鱼仔惊拢会大尾较对啦。安听吼，应该是拢会大尾较对。吼，因为上生到处净土，未来富量华三佛咧，大家嘛拢大尾啊。听吼，大家嘛拢达到这个正悟先法的一种境界啊嘛，安尼就不退转啦。安怎样吼？你见了弥勒菩萨，会当复合去到倒数轮，就不退转啦嘛。啊，即么来呢？莲华三会中间600年，弥勒佛甲咱正法安地，安尼就是跳起到摩诃萨来了。所以应该个个呢，拢总会成就较着。吼、哦，这个是会当安尼甲肯定啦吼。所以这句话虽然讲成就菩萨无介济，但是呢，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哦。这个顶天立地是啥物？注意咱自己讲，踏脚拄天啦，脚踏地啦，脚踏地讲，我今仔日所做的代志，都亲像天地安尼。那么天地是啥物？注意，咱要讲天地啥？因为天地是自强不息，听吼，天是自强不息，是咧光明的心自强不息，但是地呢？是迄个心量真大的意思。第一，心地光明；第二，是心量广大。安尼，它叫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么，心地光明，啊，甲这个心量广大，当然是菩萨啦。哦，所以安尼呢，咱会当真实发菩提心。但是，咱已经啊发菩提心啊，还有继续去研究的这个如来经教来对念的这个法义，哦。啊，佮即马是拢计讲安怎样来进修菩萨呢？进修菩萨，就当然呢，咱应该无甚物问题，合该。今仔日受到即个因缘上的一种其他的曲折，吼、哦、啊，唔过呢，今生虽然修袂起来，但是到时多天了后来这莲华三昧，应该会当圆满安，应该个个的会当圆满吼。所以今仔日咱有信愿嘛，就是讲信佛陀的这个。是成就摩诃，伊成就这个佛尊，相信嘛？啊，咱有那教伊卡家要行，这个叫做愿心。啊，咱有那有这个慈悲心，啊，这拢有嘛？但是跟咱目前虽然无这个空性的性格，性格咱虽然还阁无啦，这性格不是静啦哈，啊，未静，这是静，这是性格，不是去讲静。就讲法义上已经彻底了解讲诸法本空，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吼、哦，这个达到你本身将来今生今世你求到这个法义上讲的出来，这个叫做性解啦哈，
哦，因为二体、理的中间呢，有一个叫做俗体嘛，有一个叫做空体。啊，那么这个无生法，就是我一切本来无生无灭，这个叫做空性的性界哈。这不是给讲，多多少少咱罪嘛落实啦。哦，这嘛是啊，搁无达到这水准是无唔对，但是呢，一定会，今生今世一定会，因为性界呢嘛，唔是净啊，哦。是已经了解跟含这个空理接近，这个叫做性界。哦，那有性观、有慈悲、有空性的性界呢？安尼拄啊好，伫生死中不要紧啦，因为你了解生死本空嘛。安怎样吼？咱人的这个生死是幻生幻形嘛？咱人的这个生死是无生死嘛？本来无生无灭啦。哦，虽然有生，哦有死嘛。但是这个是生死幻生，哦，幻生、幻形、幻形啦哈。其实本来固着，本来无生死。咱即马那安尼，咱都唔惊讲我死，都无惊嘛。好、哦，啊你即马生死去了后，搁再接起来，因为你就感觉这个生灭是幻生幻形的，本来无生无灭啦。因为这个是空性的性界啊，本来就无生无灭啦。那安尼呢，你袂惊吓？在这个人间，无论什么款的环境，无论我食几回什么回，你拢袂要紧。因为即刻搁再去，去到对，去到这个净土的世界，随时甲弥勒菩萨讨这个宿命搁再来安。因为生死中是反复迭接，有感觉有生有死嘛。但是咱今出世的人，已经了解了这个空性。第二啊，咱就了解本来就无生无死，所以本自不生不灭，本来就无生无灭。即马咱已经知影嘛吼，本来就是无生无灭咯。即、这个就诸法本空，生灭会空啊。按了解吼，即、这个应该听有吧吼？即不是给甲咱提醒到即个问题。那么咱在生死中，你会当伫咧锻炼嘛？你也唔惊死啊啦？我的为众生来努力，这是应该啊！啊，死也无死啊啦，对不对？生嘛无生啊！我讲你听好无？虽然是这个事上是有生，但是无唔对啊。但是这个是幻生幻形的，不要紧。哦，环境上安怎变化不要紧，搞锻炼啦。那不是磨练，就是什么会？在这个环境中，不论安怎样都对了。哦，考验跟磨练俩嘛，就是要教咱磨磨，教这个心如钢安尼。啊，了解吼，吼、哦，你就感觉讲，我伫生死海中是去锻炼我的身手，所以从头出头部的中间来处理其他。即个讲那是即、这个咱去游泳的游泳的中间哦，有先头壳浮起，有先头壳沉落，有先头壳浮起，有先个沉落嘛。即、这个讲表表示咱人即个生命中，较做的代志啊，无论你做啥物，那毋是利益众生，吼、哦，助力安那不得利己嘛。因为你直直磨练起来咧，你的智能愈强，啊，度众生愈济嘛，所以会当成就咱个人的智德，啊，甲这个智德啊，这个叫做助力利他呢。哦，因为伫生灭中，你也好好去度众生安尼。哦，这个就是伫这个个彼此相温，安怎样吼？安就会当利益众生，甲利益家己，安了解嘛，所以唔免惊生甲死。不要紧就对，绝对不要紧啊！因为咱会随缘力进行嘛。你若卖搁再作业，那么你就自然未受到这个业力，搁再甲你控制身心。那么唯有愿心甲菩萨甲咱加持，安尼自自然然直直做到这个自利利他这个工作哦。啊，知影吼？即马来，即句要注意哦。一般会当伫菩萨先随喜的，会当敬仰学习的。拢总是正实菩提正智，拢总是人中的圣贴世间的上师。安尼，即句话注意一下哈。一般哦，伫这个菩萨行，看到人别人去进修菩萨道，看人别人去真正修行，你会当随喜。爱记咧哈，恁爱会当随喜哦。你甲想讲，八关斋戒，大家拜佛拜了，恩主师安怎？恁敢有印象？你甲看随喜功德啊！恁个进修的功德，伊随喜就是伊有恁的功德啊！你敢知影是安尼呢？
任何一个人去修行，我欢喜。哈、哦，你唔通我，你唔通家己去奇奇怪怪哦。你若奇奇怪怪，是你心恶暗嘛？你的周边、厝边、隔壁啊，加一个人为三宝贝努力，我跟你讲，你才欢喜心啊、哦！你唔通讲，吓、嗯、啦，伊都靠有啦，出够侪钱啦。注意，这个心是真恶暗呢，你若知影呢？你若欢喜啊！你会当发心发到遮大，啊，我阁无到这个本事啊，我真甲你恭喜哦，安尼，你也了解哦，是安尼呢？你唔通讲，哇，伊客较济，啊，就一个面嘟嘟安尼，对啊，这是黑暗心呢，啊，了解吼、哦，袂使安尼做，因为个人福报无共，但是有诶心量都无够啊，所以这个就讲，一般伫菩萨行会当随喜哦，啊，阁会当敬仰别人。用于别人哦，伊才伟大，伊个下心下会出来，迄句话叫做坚强啦哈，听好无？啊，你就讲爱、啊、既然伊会样安尼做，我才来学，这个、叫做学习。那是这三项哦，随喜、啊恭敬、坚强，吼、哦，啊，甲来个学习哦，这拢总叫做菩提境界啦，听好无？啊！你若搁心含这相反哦，我甲你讲，你也是地狱因哦。你是有那要栽落去死的人哦，哈！想讲我无栽落，唔甘愿哦。有诶，看人去做好代志，啊，但乌云杂杂，啊，心内都无欢喜啊。这是要互坠落诶主因哦，哈！你来知影，那是会当学习、坚强、搁随喜呢？安尼，这种种叫做菩提境界。那么，那安尼就是咱人中诶圣贴啦，吼、哦。天书安尼，就是一个真高的人。咱想计讲任重杰，任重杰知影吧吼？哎，任重杰咯，这是变安尼哈。所以呢，也叫做世间的上师。上师是啥物？就是大师啦，世间大师。大师是啥物？就是菩萨心等的人啦。有这三点问题，就是菩萨心等啦。所以呢，有的是积极的利他，哈、哦。积极利他，比如讲，咱今日弘法利生，啊，来为众生努力，不管在界，总共别样说法，咱就尽量来帮忙，这个可以圆满具足，应该安怎样做，大家倒做，这个叫做积极利他，哦，为法为人的大心凡夫，为着众生，为着佛法，卖好没落，为着众生，大家解脱，这个叫做发大心。发大心的凡夫，嘛是唔过是有那大事安尼，你爱了解呢？虽然伊未晓哦，唔过伊要学习，伊要学习，伊要坚强，伊要随喜啊！好、哦，安怎样？这个嘛是世间的常事哦，安了解哈、哦？所以呢，就是伊学爱未起来啦哈，学爱未起来，做半途来败害啦。所以这个叫做败害菩萨，因为有人是业力现前，这中间会脱节，这是有那唔过一人有这个菩萨心啊咧。就是伊来败坏断道来废毒去，这个叫做败坏。唔过伊比啥呢？比迄个自修自了还搁较强啊！你敢了解？因为伊发大心嘛，爱愿意呢，较紧来学啊。唔过中间咧开始有脱节，唔过伊嘛比迄个得到罗汉道人搁较强哦。你了解无？哦，所以这种个自比为本，而且个人间菩萨行哦。哦，那是较浅来甲伊讲啦，是向佛道，实在是人间的君子啊，是人中杰，安了解吼、哦？人中杰，人间的君子哦，因为伊发大心啊，不过伊都做不开，迄个能力无够嘛，即袂使甲伊讲安怎样？因为伊本人佫较强，比别人佫较强，哦，所以即个甲称作十善菩萨安尼。十善菩萨就是十信菩萨哈，就是有那十信菩萨啦。算起来，真个嘛是非常难得啊啦，哈！啊，所以咱一定发大心，啊，会用随喜，会用学习，安尼了解吼，安尼就是咱人间的上师啊。所以咱诸位吼，你卖等学习卖等，安听吼，发大心就会学习卖等，啊，尽量众生有甚物款的选择，你随喜，啊，尽量学习，应该会当提升家己，而这个机会就来学习安尼。好，咱休息十分钟哈，弥勒尊好。